和有，中和路，永和也有中和路。哲新哥，看到台湾宝图的宝，你会联想到什么？2005宝。这笔所画平埔族的一些用语啊，很多都还留在我们的生活之中。最后一句讲说，补路名为什么？出草，出草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讲到出草，你会联想到什么？这就是大成灵宫，对他们这个做法，然后先蒸嘛，对，蘑菇然后再蒸。还有一个经典的，就是我爸爸结婚穿了一条裙子。其实这个呢，它是缅甸一个非常国民化的一个防晒的化妆品、保养品。缅甸文的打招呼的就是明个喇叭，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，你们可以想说就好像要按一下喇叭，就是明一个喇叭这样，所以就是明个喇叭。